从今天起，宴席闭门思过，严加看管，不许再与白家人来往。老爷，怎么了？爸，哪不舒服啊？我们知错了，知错就改，下不为例。 我干什么？这下好了，有些人啊，不搞得家败人散，他就是不甘心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白家和我王家有什么关系？我又没有说你，你多什么心啊？谁听不出来？你是在指桑骂槐，是吗？怎么大嫂、二嫂、敏芝还有三姨娘都没说话，就你要跳出来？ 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玉芬，少说两句。这个家容不下我，我走走就是了。玉芬，你走，你舍得走吗？你们听听啊，他是在轰我走啊，轰我！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太欺负人了吧！玉芬，你们看看他那个样子，简直就是个泼妇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哪敢招你了啊！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？这个家再该不住我了，太过分了，简直！他就只是王家姨太太的女儿，嫁到我们金家来，老实点就得了。 处处挑拨离间，把这个家搞得个乱七八糟的。我就是气不过他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你这张嘴啊，一会儿要让爸妈知道了，不说你才怪呢。好了，道之，少说两句啊。青青。 是你啊，怎么了？你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拿我自己的钱请朋友吃饭，你还能干涉吗？你这就怪了，你跑进屋里把我叫醒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吗？你自己说说。 你花你的钱，我什么时候干涉过你？你别装傻了，你把这些事儿都告诉父母了，让他们来为难我，这你高兴了是吗？燕西，我是这种人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金燕西要是一分钱都没有，也能出去高高兴兴、痛痛快快的往好的天赋回家。你去跟他们说啊。金燕西，你尊重点好不好？你看这孩子。 不能低他着想啊！但我受不了每天都跟你生气，没日没晚。哎呀，我的少奶奶，你怎么就跑出来了呢？这要是受了风，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。既然受了点风寒，那有什么要紧的？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小孩，难道要你当我的保姆？哎呦，千万请你进去。 这要是让老姨太太知道了，说我们不小心伺候，我们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呢。哎呀，快进去吧啊！老爷子被白先勤算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全家人的眼睛都看着我，我又没有做对不起金家的事儿。家里已经够了，还添事儿。这没有我待的地方了，我走。干什么？你给我捡起来！你还没完没了啊你！你也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啊！你们金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 你再说一遍！你们金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！你能把我打死啊你！你说怎么来的打呀打呀打！妈，怎么晚上惊动你老人家？只要别惊动老爷子，我这里怎么也好说话不是吗？妈，你别说了，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。你说我们金家不好，那你为什么要嫁到金家来呢？ 既然嫁到了金家，就要维护金家的名声，维护金家的利益，不能说金家不好，更不能说金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知道彭正为什么要打你吗？就因为你的话刺痛了金家人的心呢。我嫁到了金家三十多年，就没有一个人敢说金家一个不字，而你竟敢说金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妈。 如果说我们金家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，
那是我这个做婆婆的无能，竟没有办法拢住自己的儿媳妇。如今金家是朝不保夕，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了，本应该是同心协力共度难关，现在是白家和我们金家作对，处处是防不胜防。你们父亲日夜奔波，不就是为了我们这个金家吗？你为什么站在你们娘家亲戚人的立场来和我们作对啊？妈，我不是啊。我问你，你还是不是金家的人？这还用说吗？当然是了。那好，为了白秀珠和老七的事，你费了不少心血。看老七没有娶白小姐，你恨之入骨，从中作梗，挑拨离间，破坏家庭。难道我冤枉你了吗？妈，彭振，你打算怎么处置啊？儿随妈的意思吧。真是没用的东西。老婆是你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大哥。青秋，青秋，青秋，你这孩子怎么在这儿坐着呀？啊，你是跟燕西生气了，故意作践自己呢，还是不愿在床上躺着下来走走啊？我好好的，怎么会跟他生气呢？我就是有点困了。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吗？自己的身体要多当心。来，快上床躺着。把被子给盖好。
烧成这样。进来。太太，七少奶奶她病重了。什么？七少奶奶病重了？太太，怎么样了？哎呦，烧得这么厉害。坐月子的人温度增高是最危险的了。七爷呢？七爷还是昨天下午到屋子里来了一趟，往后就没有看到了。怎么着，又是一天一宿没回来？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，我真是没想到。再那么闹下去，我倒是死了干净。我真是不忍心看见这种凄惨的下场。太太，我看还是赶快请大夫吧。这种事情按理是不应该由我来分心的。小兰，哎，去告诉金荣，让他请梁大夫，等他打完电话以后到冷家去一趟，把亲家母接来。是，太太。妈，青秋怎么了？妈，哎呦，烧得这么厉害，不要紧吗？要紧，可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也只好听之天命了。老七啊，固然是不好，可这孩子那遇事冷淡消极的毛病也是让老七往外走的原因。刚才听李妈说，他爬起来看书写字不算，还跑出去看月亮，看到深更半夜才回来，还没满月子呢，这不是胡闹吗？等亲家母来了，我跟他一说，他也不能说我们家的不是啊。妈，老七这阵子真是个大忙人，总不见他的面。青秋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他也不能不来看一看。坐着月子又得这样的病症，应该要慎重一点，不然老七是连生病也不知道，连病重也还是不知道，其实他是要负责任的。老七这东西啊，真糊涂，他爸前天刚训过他，又犯了。不但他媳妇儿的病他负责任，他负责任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妈，别着急，你也得注意身体。姐，你别哭了，他今天也是欺人太甚了。你就在我们家住着，他今天就算拿八抬大轿来抬你，你也不准回去。妹妹，听说表哥和金总理，军政上的事情我们不用操心，反正金家的好景也不长了。我们姐俩还有人撑腰呢。秀珠，我看这事儿别搞得太过头了，婚姻是婚姻，恋爱是恋爱，别和政治挂钩啊，要是让别人知道那可不大好啊。表姐，我说你也太善良了，人家都快骑到你脖子上了，你还犯傻呢。再说了，我哥也不会为了这点芝麻大的事情去复仇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金家的人呢。表姐啊，我看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。你笑什么呀？你不是也在争取老七吗？我争取他？哈，笑话，我是嫁不出去了。我这是恨，我恨他对我不负责任，恨他甩掉了我，恨他和青秋结了婚，还恨他和别人有了孩子。那你为什么要从国外回来呢？我就是要让燕西尝尝失去和等待的滋味，让青秋也尝尝失去燕西的痛苦。我要让他家家破人亡。啊，秀珠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好的你走什么呀？我还有些东西没拿来，我去去就来啊。哎，把箱子放到我屋里去吧。走就走了吧，走了不是更亲近？胡说八道！您不是这个意思吗？
糊涂啊！我说让他走了吗？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。他这一走，就他那张嘴，还不定要说些什么呢。知道的说是他不好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金家果真不容人，连个媳妇都容不下。白家又该大做文章了。母亲说的对，我这就把他追回来。爸爸，他那脾气啊，八抬轿子也抬不动。看看吧，看看白家有什么动静。彭振啊，你们怎么一个一个都不争气啊？就为什么不能干点正经的事情呢？我看咱们金家非砸在你们手里不可。妈，谢谢大夫，走好啊。太太，冷太太到了啊。秦家母来了，又要让你操心了。秋儿，秋儿，妈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妈，我哪会病得那么重，连你都不认识了吗？看你这孩子，怎么自己不保重一点？看你弄成这个样。其实啊，他还年轻，哪里能出格啊？但现在的年轻人，说是爱情比什么都重大，要结婚就结婚。我们做上人的，哪说得上话？是啊，亲家母啊，您也知道，这家里所有的事都得我亲身料理，我也没有办法来照顾他。您要是能舍家试两三天，到这儿来宽住些日子，我想千秋也会高兴一些。妈，你就多待两天吧。好，妈在这儿陪你两天。我们家老七呀，也不是这一两天不在家，这一阵子啊他就忙。冷太太，您喝水哈，喝茶。哎，女儿啊，总是人家的人，看破了，我也就不那么操心了。好在府上什么都很方便，姑也没工夫照应啊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哎，养儿女啊，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啊。纵然是男婚女嫁，各自成了家，可是做父母的还是少不了要操心呐。看破了。我也就不那么过问了。这孩子在家的时候啊，我还留点心，不知道将来会落个什么结果。现在出了阁，算是有了结局，是人家的人了，让人家去操心吧。您嘴上说不操心，那干嘛还要过来呀？我并不是想操心，只是听说他病了，不知什么缘故，心里总是放心不下。是啊，自己肚子里出来的，哪能说不操心呢？你的那位小姐结婚的事情谈到了没有啊？嗨，现在这个年头啊，要问这些事儿，做父母的哪答得上来呀？好在她还小，刚成人，家里边哥哥姐姐又多，将来呢，要是自己能找着了更好。找不着啊，就让哥哥姐姐们做主了。前几个月倒是有人提过来着。哦，对了，就是老七他们做喜事的那个伴郎。男家是谁，我倒也没仔细问。听说家境不太好，是个穷学生，后来也就没再提。哦，听青秋说，那两个伴郎都是很清秀的，无论哪一个。和你们八小姐都是很好的一对儿，不过要是贫寒的话就没法了。嗨，其实贫寒倒也无所谓，您说谁又能穷一辈子，谁又能阔一辈子？八小姐来了。
你们七少奶奶的病好了吗？瞧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梅丽，来，伯母在这儿呢。伯母好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呀，你看你这位小姐真好，这洋装穿着多俊俏啊。她自小就喜欢打扮成这个样子，我倒是看不惯。咱中国人穿什么洋装啊？你看人洋人有穿咱中国人衣裳的？妈，这屋里有病人，你还这么啰嗦。这孩子，我去看青秋姐了。青秋姐，妹妹，谢谢你来看我，可我就是有点起不来。你病得这么厉害呀？七哥也太不像话了。我不能闭眼睛，一闭眼睛啊，就觉得糊里糊涂的。那你就别闭眼睛，我陪你说会儿话吧。金荣呢？八小姐，您来了，有什么吩咐？七少爷不在家吗？哟，七少爷没在家，我们七少爷最近可忙了。那你把他找回来，我有急事找他。我还真不知道七少爷去哪儿了。你还能不知道？七少奶奶病得那么厉害，他也得管管呀。你把他找回来。是，八小姐，您先别着急，您先坐。喂，我找七爷啊。七爷，我是金荣啊，您赶紧回来吧，七少奶奶病得不轻啊，太太找您好几遍了，我都说不知道，您回来以后可千万别说，要不然我就麻烦了。真的吗？她有什么病啊？我昨天回来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七爷，千真万确，病是梁大夫看的，梁大夫准能跟您说清楚。七爷，您赶紧回来吧。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回来。八小姐，七少爷我找着了，他说马上就回来。走。包梅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嫂子怎么样了？已经病得起不来床了。哟，七少爷回来了。病好点了吗？你进去看看吧。病好点没有？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二娘，回来了。妈。啊，姑爷回来了。我这两天忙着找工作的事儿，
所以没有回来。青秋，好点了吗？医生说没什么事了，就是有点小感冒。姑爷，大概最近有什么事儿办成功了吧？哦，现在有两个职位要找我呀，我正在考虑。哦，姑爷既然有事儿，就放心去办吧。好在秋儿的病不重，我在这儿，你尽管放心。二姨娘，我工作这个事情还没有落实下来，你先不要告诉其他人啊。哎，好好，有事做就好。我们家凤举啊，也是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出去找事做的。阿妈，二姨娘，你们吃过饭了吗？啊，吃了吃了。哦，要不要再换个医生给你看看？不用了。或者让李妈，你有事儿就去忙你的吧，别耽误了你的正事儿。我妈妈也来了，你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。什么？准备结婚？对，现在就准备。但是，少爷现在这个样子。正因为少爷这个样子，你才应该想办法来救他呀。救他？我怎么救他？碧云天，桃花地，西风紧。一月南飞，江儿，江儿，春江，江儿，我是柳春江，我最喜欢小莲了，我要和小莲结婚。春江，小莲来和你结婚了。小莲，是真的吗？是，我是来跟你结婚的。小莲要跟我结婚，我要跟小莲结婚。人呢？你怎么躲到这儿来了？干嘛呢？等你啊。撒谎吧。还不信？洗澡水都放好了。好，好，好。1500元，这样我总算对得起你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我真不明白，凭我现在的情形，无论如何也不会使你挨饿。你为什么这样拼命地攒钱呢？这里边管了多少了？我有多少钱，你有什么不知道的？反正我的钱都是从你那儿来的呀。你以为我攒钱不少了？你打听打听看。
你们家三少奶奶那才叫有钱呢。但是天津这家公司倒闭，就倒了他3万。我还得靠你撑着我的腰，我哪比得上他呀？你可别嫌我的话说重了。要是靠自己本事挣来的钱，那就挣得越多越有面子；要是滚的人家的钱，100万也不足为奇。你干嘛跟他比？我一个富人家，不靠别人的帮助，哪来的钱嘛？现在这话可说不过去了，妇女一样可以搞生活。好啊，那我也找生活去，就请你给我写封介绍信，无论在什么机关，找一个职位吧。说来说去，你还是得找我。我看你也不必到机关上去了，你就给我做一名女秘书吧。你知道我不认识几个字，还用话来损我。可是真让我去当，我也就当去，反正现在有些机关上装幌子的女秘书还多着呢。难道还要你去为我装幌子不成？瞎扯，越扯越远了。干嘛？你这糟老头子！老头子就老头子吧，干嘛还加个糟字？是啊，我该害臊了呀。还说不害臊呢？我看见过你对晚辈一本正经的样子，真是说一不二。这还是自己家里的人，大概你在衙门里见着你的属员，一定凶得像个活阎王一样吧。嗯。可是这会儿让他在这儿看了你的样子，不会信你像个小丑似的吗？形容那可以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坐这儿吧，坐下吧。刚才我走近一点儿，你就说我是小丑。现在你扯我坐下来，这就没事了。我知道你就要生气，你平常说我一句，我总是领教的。现在刚跟你说两句玩笑话，这又不要紧吗？可是你就是要生气。怎么了？难道说我这儿佩服了你，你还要生气啊？我并不是生气，你看看这镜子里一头斑白的头发，和你这鲜花一朵并坐一起，我真有些自惭形秽呀。打了半天的哑谜，还以为你要说什么，原来是这样一件不相干的事。别说你身体健康，并不算老，就是老的话，夫妻们好不好也不在年岁上去计较。要是计较年岁，那年龄大些的男子岂不都要去守独身主义了？嗯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老头子也有可爱之处。嗯，这倒很有趣味。就譬如甘蔗这东西，就是越老越甜。要是嫩的呢，嚼在嘴里不但不甜，反倒有些青草气味。白头发你还真的不要发愁，有人喜欢这调调呢。这中国人做文章欢喜搬古典，这古典一搬，坏事都能说成好事。你瞧，这用得着又搬上一大套书吗？我不是搬书，大概老运好的人都少不得用这些来解嘲的。其实我也用不着搬书，你我相处很久，感情不同平常，也就不应该嫌我老了。嗯。哎，我给你放的洗澡水都快凉了，你快去洗吧。嗯。哎，你花了我那些钱，你也应该给我当一点小差事吧？什么差事啊？
老人家，给我擦一擦背。我刚洗完，回头溅我一身水。我们权利义务平等对待，明儿你洗澡，我是原理退回。啊！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太太，请。小红，老爷从衙门里回来了吗？老爷好像从三姨太那儿回来，就到书房去了。见过伯父，见过伯母。好了，免礼了。我去找柳公子。等等，你去干什么呀？你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，都快当新娘子了，还和小孩一样。李姑娘，等结婚的时候再见，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？我很想他。上次跟他分开的时候，令他很不开心。我一定要当面向他道歉。不叫你去，你不要去，你怎么那么麻烦？不去就不去。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就失业了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？没有，我压根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我能出什么差错？什么？你一直没有公务？那你整天到衙门做什么？看看报纸，喝喝茶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做不好的，就让我去做。有什么事情别人做不好需要你去做？无非是打着我的旗号，到处招摇撞骗，做些非法的勾当。父亲，孩儿不敢。但是你以后没有但是了，我不用问也知道。就是因为你整天游手好闲，所以我下令裁撤永元的时候，人家就把你也给裁了。我说裁得好，对你是个教育。父亲，可是算了，等到时间再找份工作。可是谁又能收你这样没有本事的人呢？老爷，老爷，二少爷，赶紧跟老爷说，老爷出大事了。有多大的事情？难道又闹政变了？不是，是行了行了行了，老爷，大少爷被内务部给抓了。什么？打电话叫曾次长过来。是，老爷。抱歉抱歉抱歉，来迟了来迟了。下次再迟到必须给我们在座的各位说清楚原因啊。哎，最近家里出了一点事儿，老爷子都不让出门。是不是因为我姐？是。走走。哎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？是不是在白家？就在这儿，在我家呀。玉芬在你那儿，哎，他跟你说什么没有？什么都说了。哎，看来他的怨气真的很大。白秀珠从日本回来了，只要我姐姐不跟白府的人掺和，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。我保证完璧归赵，送他回金府。哎，对了，我姐让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小心白家的兄妹啊。老爷子早就看出来了，谁能逃得过他的眼睛？你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吗？不知道。是你送给我的。我送给你的。你还记得毕小姐去金家，你送给她一个花球？嗯。可是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？对不起。被别人弄坏了，我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收藏起来，成了我的稀世珍宝。我每天都拿出来看，
看见他，就好像看见了你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是高兴的。高兴就好。小莲，嗯，我做了一个梦。你梦见什么了？一个特别可怕的梦。我梦见我死了，那里面特别黑，黑极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我拼命地寻找你，可就是找不到，我害怕极了。你别怕，那只是梦，有我在你身边。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？永远，只要你需要我。小弟不请自到，总理不会介意吧？既然白总理来了，岂有不畅饮之理啊？两不错，我竟是醉了。子恒，你怎么了？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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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你。